铁蛋烂盘一样。对，耶耶耶。韩国年龄迈入30岁的李弘基重返大学生活，与郑惠成携手主演浪漫爱情网络剧《讨厌你朱丽叶》。这部网剧讲述就读一所艺术大学的超级巨星车律与编剧系的学生巨娜拉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据说两人在剧中有让人鸡皮疙瘩掉满地的肉麻台词。오글거리는대사들사실많아서글로볼때는이거내가말을뱉을수있을까싶었는데막상또현장에가면또나와요그아무렇지않게나오더라고요、네、간질간질하고막오글오글거리고들으면막진짜손이다오그라들것같지않을까싶었는데막상들으면현장에서들으면또너무아무렇지않게하셔서、네、또아무렇지않게또그냥기분이좋고그런말들을들으면到底有多肉麻，就请大家死守本放啦。而过去李弘基就常在剧中饰演顶级明星，让他决定再次接下大明星角色的原因，居然是연예인의역할을좀많이했었어요드라마에서네근데이번에작품을하면서연예인의삶을그리는드라마가아닌그냥연예인이지만대학생을충실히하는그런역할의그역할이었고가장중요한건이로맨틱코미디를지금아니면할기회가없겠구나라는생각이좀들어가지고아이건꼭해야겠다 네, 네지금아니면할수없겠다계란한판이라 네예예예看起来还是鲜肉一枚呀。